身体向左转身九十度，同时以右腕关节为力点，向左横膈，随着扭腰转体的力量，右手的呵斥手向左叉击，长呵斥抬腰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里收上挑向前缠出缠腕，左手外旋使掌心向上，两手向右做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右脚上步，双手成音标手，向前插出，然后抓握回来，成双龙抢珠，目视前方。右脚落地，左转身九十度，做以右肘关节为力点，向左横击，做右白鹤扇甲，横上势，右脚向外摆，然后右转身180度，以左肘关节为力点，向右横击，成左白鹤扇甲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左转身，两手成掌，以掌刀为力点，向左下方劈击，成黄牛洗脚。左掌外旋使掌心朝上，两脚叠进一步，两掌同时向上插出，使两掌心朝内，做美女照镜，然后顺时针的旋转一周，长紧盘摇珠，目视前方。Thank you.
右脚后撤一大步，呈左弓步，同时两手里收上扬，指前方抓成爪形，然后往下抓摘，呈仙人摘桃，目视前方。随即左脚外摆，右脚跟进，两手弧形抓拉，呈仙人摘花，目视前方。左脚里扣，然后右脚向后撤一步，呈开立步，然后身体左转90度，两手向后做中盘摇的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随即右脚上步，然后左手从右前方向左划弧爪握，呈鹤爪前抓，同时右掌扬起，从上往下劈，呈飞天砍斧，目视前方。左手成掌，先扬起向右前方以及收于左腹前，左手成掌从左下方扬起，花弧轮臂先左后右收于左前方，呈十字打手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以鹤头手向右前上方顶出，呈白鹤斗翎，然后两掌顺时针旋转一圈，回拉沉腕，使掌指朝上，呈鹤翅垂落，目视右斜前方。右手握拳里收，左手向前摆击右前臂，然后右前臂内旋，左手握拳向右前方弹出，呈白鹤弹脖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抓窝呈鹤嘴指，左手从右前臂下方穿过，右手扬起，然后以鹤嘴指为力点向中点击，呈白鹤吻嘴，目视前方。
步行不便，右手的鹤嘴指成长，你收向前方缠出，呈白鹤缠脖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势，然后两手顺时针的做一圈圆形动作，向前插出，做白鹤圈头，目视右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上扬，顺时针的划弧，轻沉腕的动作，呈鹤翅垂落，目视右前方。重心左移，右脚回拉，以脚尖虚点地面，呈白鹤迹脚，同时两手收至左腋窝前，左竖掌右抱拳紧贴，然后向前向中推出，呈将军挂印，此势为收势挺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后撤半步，呈开立步，两手呈掌，然后内收，使掌心朝上，回收至两腋前时，两手内旋向下按压，发出螺旋劲，呈半月沉江，目视前方。身体直立，右脚靠于左脚，两掌自然下垂，贴于大腿外侧，目视前方。